拍一个蜥蜴吧。对，我拍戏的时候有两个蜥蜴，虽然头发太黑了，但是现在染了一下，显得就是自然一些。服装老师包括造型团队都非常的优秀。我在造型上基本上我如果跟涛姐搭，要不就衬衫，要不就是西装加衬衫，比较正式一点，比较男人的一面。比如说跟小朋友在一块的时候，我可能穿的长裙。他回不来了，我告诉你。但是在那个蒋哥厨房那个剪回去的，哇，这搭的太好了，我好想有一个这样的直播间。他们搭的那个直播间的感觉，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录影棚的一个感觉，非常专业。再就是我自己的那个后来搬出了那个家，以后我要有房子，我会那么装修的，特别舒服，氛围什么的特别好。好，再来，都很专业的团队，整个这个团队的氛围，我觉得都很好，所以能够跟这些老师合作也是我的荣幸。